5 seconds left. Reload! Attackers are moving out to locate a bomb and defuse it. Adding some protection from...这一把是什么情况？开启扔的颗烟啊，应该是按错了。想先清二楼进攻方，二楼的话呢是没人的啊。那他们清一下车之后呢，就可以很快的发现这个问题。哈利在蓝通等待他的将会是 smoke。而 smoke 身后也是有羚羊在做掩护啊。依然是在搜车，二楼已经进入了一名进攻方的人员，那也是很快就会知道啊，是没有人员的，没有敌方的干员的。包是在 S 身上啊，看一下 S， 选择往北边靠吗 ？Attackers have located a bomb。那这一把的话呢，进攻方啊，进攻的方向比较明确了啊，将会是。蓝通，水力爆破装置已经是开始引爆啊！光脉与此同时是被打掉了半血左右。索菲亚仍然在冷库搜车，第一颗闪光弹被磁铁拦截。好，刀的速度很快，已经和索菲亚汇合，打算走冷库了。哎，直接是被羚羊直接是被索菲亚给杀死了。那么这一下防守方来说，对他们来说的话呢，需要注意了啊。直到冷库已经被敌方占领之后呢，防守方也是迅速的转移了一下人员的分布。哎，是他的这个位置比较关键，处理掉爆上羚羊之后呢。防守方实际上是没有在看这边了啊。第二个人头来自于卡里，也是击杀掉了 Malusi 3-5的一个局面，30秒的一个时间。Smoke 也是还原颜色，3-3，局势比较的紧张。王曼也是打掉索菲亚95血左右，大盾凭借自己防弹的一个特性呢，也是过来打发现。哎，但是没有时间下包了吗？ Ace 拿到一个人头2-3的一个局面，哎，那也是成功的拉了一波枪线啊。大盾也是配合的 Ace 又拿到一个人头，也是由进攻方先拿到这一回合的胜利。先是拿到一个大盾啊，连续第五回合拿出了一个大盾。防守方是通过第六人把 Capcom 换到一个 Malusi， 哎，最后还是换到一个 Bandit。那么在明知对方有卡里存在的情况下呢，仍然是换到一个 Bandit。 好，尴尬了，开墙的时候喷到队友半血，不过问题不大。那防守方 HYY 啊，他们获胜的这三回合呢，实际上都是依靠着这个，哎，东打一枪，西打一枪，给对方减员，来造成一个时间耗尽，没有办法推进啊，或者说不得不等着你送到我的枪口上来这种感觉。进攻方。他们打的其实比较乱啊，到目前为止。开始速度很快，已经是来到二楼了。看一下，哎，要即将和对方打一个照面吗？Mozzie
即将和暗室打一个照面。哎，这个是比较激进的啊。尽管说从上帝视角看外边是没人的，意思怎么说，这个应该是要和暗室做一个包夹，并没有选择去看别的地方了。二楼是北京工方已经完全占了下来，只不过防守方选择以逸待劳啊，我也不去找你，是选择一手停电吗？来，开始了，但是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停电是成功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反应很快啊，直接来到另外一边。至少得切开一个对枪洞。哦，尴尬了，当面击杀没什么好说的，索菲亚是拿到一颗人头。与此同时呢，猫子也是击杀掉了卡里啊，一分十五秒的一个时间，现在人头比是三比四啊。大盾，大盾在哪呢？哎，已经准备开始下包了，看看对方有没有察觉到。Ace 非常成功的架到了前来防守的队员，那包已经下下来。四十秒的一个时间，对于防守来说呢是比较艰难的啊。拿到了 Ace 的人头，二打三，一打三的一个长距离的一个 Castle 处理，面对他的将会是大阵守备和 S， 后面是有一个人的，听到了，有没有听到？没有子弹了 ，UMP 四五子弹是比较少的，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，这个就很尴尬了啊。S 已经是过来了，包围。那由于喷的啊，也是这个距离没有办法取得击杀的，最后是由 S 拿到这颗人头，节奏非常的快啊。Ace 这个干员就是，你不用去，只不过可能没有流行那么的明显，因为流行那个是必须要强制你要关盾的啊。买 Lucy 的话呢，只是单纯的一个减速，看一下进攻方这把拿到一个枪盾啊，枪盾。打挂窗的点位还是比较常见的，打这种不是挂窗的点位确实是不常见的一个干员啊。对吧，防守方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其实比较多的，不能再像上一回合一样，大盾花了三十秒的时间就直接进到了地下室的啊这个位置了，麦露水站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。好，行动现在开始，看一下这一把 SYY， 三个人走，四个人走南通。哎，大盾选择走单，这个有点意思，想走冷库了吗？还是说我想多了？哎，又是那个问题。Attackers have located a bomb。大塔楼仍然是没有站人的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火山盾啊，这一把也是直接引爆之后呢，把墙给封上，也是由 Ace 很快的切墙。哎，大盾，哎。这个应该是他可能挂绳的时候摔下来了啊，有人去救他也是问题不大的。开着，开始通电。Bomb located by attackers. Drone activated. 那这一把对于王德凡说老有问题啊，你让大盾这么舒服的就进来了，这个暴少女妖感觉都没选出来一样。第一个人头来自于沃麦，哎，是击杀掉的枪盾，大盾倒了。这一把的话呢，二打四了啊，二打三能不能拿到这个人头？哎，这一波虽然开局有点马枪，但是结局还不错，又是拿到一个人头，二打二了，拆弹器也在身上。这个传奇看样子局势还不错啊，啊，一波系列的交火之后呢，双方也是陷入休战期啊，两个人都确定位置之后呢，那就很好打了。
一颗烟雾先封散 ，C4 有没有？没有带 C4 啊，开始下包了，有没有听到？这个是比较关键的。我滑架枪的时候失误了，哎，反而是让防守方成功的拿到这个残局了。架枪的人员出现了一些失误啊，也是没有办法，最后是让对手拿到这一分。